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经课注》第518页。518页。第四行。第五行，第46愿，立身者，立生死也。三乘行人，若于见道，因见地理，断见死后，永离三界之身，是曰正心立身。这跟我们解释愿文里面的正立生死啊，立生死呢，就是永远离开六道轮回了。六道轮回怎么来的？这个三乘行人，声闻缘觉菩萨，这些人都住在十法界。他们离开六道了，十法界里面呢，上面叫四圣法界，这些人住的，下面呢是六道轮回，我们现在住在六道。六道怎么来的？是见思烦恼变现出来的境界。有见思烦恼，就有六道轮回。见思烦恼是因，六道轮回是果报。什么叫见思烦恼？见就是我们看错了，我们对宇宙人生的看法都认为自己是正确的，其实全错了。思呢是想错了，我们看错了，想错了，不了解事实真相，就变成这种幻境。如果你都完全正确了，你看没错，想也没错，六道轮回就没有了。没有，那是什么境界呢？那就是四圣法界。六道轮回像一场梦一样，觉悟了，把见思烦恼放下，就醒过来了，六道就没有了。醒过来是什么境界呢？就是四圣法界。就是此地讲的三乘行人，他们回到这里去了。其实这还是一场梦。换一句话说，六道是梦中之梦。梦中之梦醒过来了，还是一场梦。这一场梦也得要醒。这个梦从哪来的？这个梦是尘沙烦恼、无明烦恼变出来的。如果你把这些事情搞清楚、搞明白了，我在一切法里头不再分别了，不再打妄想了。妄想是什么？起心动念。六根接触六尘境界，真正不起心不动念，
这个四圣法界就没有了。啊，才真正想到啊，佛在《金刚经》上告诉我们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设法界都是有为法，啊，有为是什么意思呢？有生有灭，这就叫有为。啊，有为都是假的，都不是真的。啊，无为是真的，无是没有生灭。啊，什么法没有生灭？自信没有生灭，我们明心见性就没有生灭了。啊，你看慧能大师开悟了，他给五祖忍和尚的报告，啊，第二句就是何其自信，本不生灭，自信没有生灭。啊，这是真的。啊，所以有生有灭了，全是假的，都不是真的。世尊的教学分了五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呢，一般都不讲。啊，为什么呢？第一个阶段不是人间的境界。啊，佛在菩提树下开悟了，开悟没起来，还是坐在那里，坐了不少天呢，入定了，定中做了报告，把他自己所悟的境界全说出来，这就是《大方广佛华严经》。这部经是佛在定中讲的，所以小乘不相信，不承认。小乘人只相信阿含。啊，释迦牟尼佛最初十二年所讲的。他们一般呢，也是止于这个境界。啊，小乘境界最高到阿罗汉，他们证到阿罗汉呢，认为就圆满了。啊，就不再向上提升了。啊，所以世尊在小乘境界也有呵斥他们。啊，说他们错了。啊，他们会不会回头啊？会，时间很长。阿罗汉回小向大，经上告诉我们，两万劫。啊，两万劫是最长的时间。啊，一定会回头。辟支佛呢，一万劫。啊，辟支佛比阿罗汉聪明。啊，也得一万劫才能回头。那么佛从阿含、方等、般若、法华，啊，它是有阶梯的，一个阶层一个阶层向上提升的，啊，这个里头最重要的般若，般若讲真话，啊，凡所有相，皆是虚妄，是在般若里头讲的。换一句话说，这种讲法前面二十年佛没讲过，啊，程度不够啊。二十年的基础才有资格接受大乘，啊，般若法门，般若全讲空，啊，告诉我们，设法界一真庄严，怎么回事呢？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
现在我们看到最近的科学报告，这些科学家真的把阿赖耶的三细相找到了。从前我们想都没想过，不可能想这种事情啊！阿赖耶的三细相，八地以上才真的。现在科学家把这东西找到了。虽然找到啊，还没讲得清楚，只是把一桩事情讲清楚，物质完全搞清楚了，精神没讲清楚。阿赖耶的业相没讲清楚，有一些话是很像，但是讲的不透彻，比如现在的这个科学家讲这个零点能量点，零点的能量点，这个说法呢很像阿赖耶的业相。这个零两点从哪来的呢？不知道。零点能量点是一念不觉发现的。一念觉，这里头没有任何现象。你不可能找到的。那么精神的现象就是意念呢？意念这个现象怎么来的？他们发现的说出这个东西的样子说没有原因，突然蹦出来了，这一蹦出来立刻就消失了，就没有了。所以科学家告诉我们，任何一个单独的现象，物质现象也好，这个意念也好，毫无意义。这个我们懂得，必须许许多多这些现象纠缠在一起，才看到它们的意义。那么这些说法跟大乘经里面像弥勒菩萨跟释迦牟尼佛的对话佛问弥勒菩萨心有所念，这是讲我们六道凡夫起一个念头，心有所念，佛问这个念头里头有几个细念，有几个相，有几个实。相是物质现象，实就是念头，微细的念头。要用佛法的名词来说呢，就是五蕴。佛所讲的相就是色法，佛所讲的识就是受想行识，受是前五识，想是第六识，行是第七识。佛问的是这个东西，弥勒菩萨回答说一弹指，这一弹指的时间很短，有32亿8000年，这我们怎么会知道？
啊，一弹指这么短的时间，我们一般人没注意，根本没看到过，没看见，它就没有了。啊，哪里晓得这一念里头有32亿8000年？单位是百千，百千是十万呢，32亿乘10万，320兆，一弹指里头有320兆，你怎么会知道？根本不可能看见的，在你面前闪光你都看不到啊！它太怪了，你没有注意到，你注意也看不到，它速度实在太快了啊！要用现在秒做单位来说的话，那一秒里头多少念头呢？啊，一秒我们能看得很清楚了，一秒钟，啊，一秒钟啊，那就乘5倍，1600兆，啊，单位是兆啊，兆是万万呐，1600万万次，这么快呀！啊，我们看到，哎，看到一个物质现象，看到一个意念的现象。啊，今天科学家，我们不能不佩服他。啊，告诉我们，物质是假的，物质根本没有。物质是什么呢？物质就是念头，就是每一个念头里头都有。这三分业相、转向、境界相啊，或者说呢，阿赖耶的见分、相分、自证分啊，意思都是一样。啊，我们看到这个报告才真正悟出啊，心经上所说的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那五蕴是什么？五蕴就是说的弥勒菩萨所讲的一秒钟里头1600兆分之1秒，就说的那个东西，那个五蕴皆空啊，那是什么？那是物质精神的原点啊，真的皆空啊，真正不可得了。有没有？有，它太快了，我们还没有意识到，早就没有了啊！但它一个接一个，每一个都是独立的啊！确实，像我们看电影，这个电影的底片啊，现在电影呢，用这个。数码我们比较不容易看出来，从前的电影呢，老式的电影呢，用这个幻灯片，这个我们很容易看出来啊。那么这种幻灯片在放映机里面投射到荧幕，它的速度1秒钟就24张，如果用这个速度放1张，我们会眼一花，哎，有个东西，但什么东西不知道，不见了。那1秒钟24张呢，我们就看出来了，24张像纠缠在一起，这个纠缠是现在科学家的话啊，纠缠在一起我们才看到，单独一张看不到。
啊，小的有一样东西闪了一下，啊，什么内容决定看不出来就没有了。啊，所以这是我们能想象得到的。那弥勒菩萨给我们讲的，一秒钟1600兆，我们无法想象。这速度太快了，那叫什么？那叫事实真相啊！你要把事实真相真搞清楚了，承认佛所说的一切法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这一切法说什么？十法界的一真庄严啊，这真的会放下了。所以你能够真正了解诸法实相，你对他不会起心动念，你不会分别执着。为什么呢？那毫无意义啊，全是假的。所以他能够立身呢，不但立六道轮回，还能够立十法界啊。那离开十法界，那什么境界出现呢？十宝庄严土出现了啊，诸佛如来的十宝庄严土，也就是自己自性里面本有的十宝土啊，自性本具跟诸佛如来所证的是一不是二啊，这个叫一真法界啊。西方极乐世界十宝庄严土，这里面住的人是41位菩萨化身大士啊。换句话说，每一个人都是明心见性，都是大彻大悟啊。没有这个条件，他到不了这个境界。所以西方极乐世界有四土啊，有凡身同居土，凡身同居土是六道，但是西方极乐世界凡身同居土只有两道，没有三恶道，没有阿修罗啊，只有人道跟天道啊。这个是48愿，前面两愿就说清楚了啊。所以到极乐，生到极乐世界，纵然带的有很重的罪业，到那里不会受苦，因为那里没有三恶道。同时呢，只要生到极乐世界，就得到阿弥陀佛48愿无界修行功德之所加持。我这一加持可不得了啊，就把你提升到化身菩萨。化身菩萨不是你真的，是阿弥陀佛帮助你提升的。这种功德利益了找不到啊，找遍十方诸佛刹土里面都没有，只有西方极乐世界有，只有这么一家这一次被我们碰上了，真的是稀有难逢啊！我们碰上了，碰上如果不认识，当面错过，太可惜了，
真的太可惜了。碰上之后，真正能够把它抓住，这一生就成佛去了。而且成佛非常快速，啊，一生就圆满了，不要等第二生了。啊，一定要知道这个机会难得，太难得了。啊，你越想就越难。人的人生难，闻佛法难，遇到大乘难，碰到净土是更难，是难上之难。啊，那我们是多么的幸运！啊，我们对介绍的人能不感恩吗？啊，我在台湾，如果没有遇到方东美先生，我怎么会走这条路？啊，对佛法一无所知，也不愿意去碰一碰他。这是戒淫入佛门的人呐，啊！啊，入佛门能够相信净土，这个缘是李老师啊，啊，不是李老师。劝我们学讲经，我们怎么会认识净土？啊，我认识净土，老师曾经劝过多少次，我不反对，但是我没接受。啊，你就知道多难。啊，我曾经讲过七次《楞严经》，讲过一次《法华经》，讲过两次《华严经》。从这些大经大论里面，才发现什么？文殊菩萨、普贤菩萨、观音菩萨、大势至菩萨，通通是修净土。啊，都是念佛往生成佛的，这才相信了。这些大菩萨是我们心目当中最敬仰的人啊，他们都用这个方法得到成佛的妙果，那还会错吗？啊，那这是没有李老师劝我们发生讲经。啊，张家大师劝我学释迦牟尼佛。我们对于认识净土有困难。啊，这三个老师一个都不能缺。缺少一个都不是我今天这个样子啊，老师的恩德了，念念不能忘啊，啊，让我们这一生啊真正肯定的有成就，这就是报老师的。啊，欧益大师
说得好，他老人家在世的时候，曾经有人问他，你弘扬净土，修净土，在西方极乐世界，你想到哪一个品位呀，你就满足了。欧耶大师回答得很好，他说，我只要能生到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我就很满足了。那我们呢？我们的效法欧耶大师，为什么呢？下下品往生，得到弥陀本愿功德的加持，就变成了阿惟越之菩萨。阿惟越是什么等级？十报庄严土啊！你看你升到那里去是很低的位置，弥陀一加持，马上把你提升了。提升到化身大士，这做梦都想不到。阿弥陀佛不等待你要求啊，因为这是他的本愿，只要你来马上就提升。所以虽然是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智慧神通道力跟化身菩萨没有两样啊，所以欧耶大师说这就满足了。那重要的是什么？重要是把这个法门介绍给大家。我们这叫真正报佛恩呐！阿弥陀佛在过去发愿修行，建立极乐世界，为什么？就是为普度众生。我们要全心全力宣扬这个法门，让大家都认识，让大家都明了，让大家真正觉悟了，他就会真信、真发愿、真念佛，他就往生作佛了。这个事情重要啊，比什么都重要啊。所以我们求往生不求品位呀，我们求的什么呢？多多让人相信，多多的看到大家往生，我们真的就心满意愿了。这一次我们遇到的云，殊胜当中啊，无比殊胜。那遇到什么？遇到夏莲老汇集的经本，这个经本许许多我们前一代的许许多人没看到的，没见过。我们前一代的老法师没看见过。李老师能够在台湾看到，是六行老法师从山东到台湾，听说带了三本送给李老师，他才看到我。没人看到我。那么李老师在台湾印过两次，两次都是重新排版印的，
啊，瑞成书局印的，分量不多啊，大概每一次印的1000本呢、啊，只有2000本呢、啊，在台湾呢、啊，啊，所以流通量少啊，几个人看到。啊，那么老师把他自己讲经的经本啊，他有注解，就在这个经本上毛笔格写的。那个时候他在60多岁，大概68、9岁啊，毛笔写得很规矩啊，他讲过一遍啊，这个本子给我了，以后就不再讲这个经了。啊，什么原因呢？有人反对呀，有人不赞成呢。那就语言不成熟啊。啊，这个本子给我。我看的时候非常欢喜啊，确实超过云一本啊，云一本我学过啊，学过康僧开的本子，超过啊，超过王龙书居士的汇集本啊，魏默生的汇集本我没见到过。啊，以后我见到了黄念祖老居士给我的啊，我们也把它印了1000-2000本作为纪念啊，所以到李老师往生这个本子我们才印出来流通啊，印了10000本，主要在海外流通，看的人没有一个不欢喜啊，要求我讲，我好像第一遍讲在温哥华，第二遍在旧金山啊，在国外讲这部经啊，啊，以后国内啊，在台湾大家看到也欢喜啊，所以这个经才讲开了啊，大概有意见的人啊都已经往生了啊，没有像以前那么固执了啊，心胸比较开放了啊，好好去读读嘛，去研究研究嘛，比较一下就好了嘛啊，我还用了一种印了一种本子，无量寿经9种本子的贺刊印在一册上，大家都可以能看到啊，自己可以比较嘛。啊，这个本子属实我们遇到了，在我们这一代流通发扬光大了。那么另外一个稀有的黄念祖老居士的集注，这个太难得了啊，这是夏老嘱咐给他的啊，夏老这部经啊，他自己讲过几遍啊，念老师亲自参加这个讲经法会啊，念老叫他给这部经写一部注解。
他用脊柱的方法，6年的时间完成这部著作，真正是稀有难逢啊！这一部注解里头，他引用了经论83种，祖师大德的著书110种，所以读这一部注解就念了193部经论祖师大德著书的精华。太稀有了，用这些经论来证明无量寿经，用110位祖师大德著书来证明无量寿经，字字句句是真的，不是假的。这不是黄念老自己说的，自己说的，所以人微言轻，大家不相信啊，你算是老几啊？现在已经论了主，大家没话说，祖师大德也没话讲啊，大家都承认了。你说我们多幸运啊，没人遇到。我跟念老在北京见面，一见如故啊。志同道合啊，下老会议的经，念老这个注解，我要不给他弘扬，谁给他弘扬？他们的一生心血，就是劝导一切众生。真正相信净土，真正发愿求生，用意在此，目的在此啊。其他与自己毫不相干呐。所以我是玄定在2010年清明把华严经停讲了，专讲这部经啊，前年84岁讲经52年我晚年给大家做个样子，什么样子呢？一门深入，长时熏修，我能活多少年，我专讲这五经，别的都不讲，给大家做这个样子啊，一年讲一部，我们的标准时间时速啊，是1200个小时啊，可能会超出一点啊，所以一年讲一部啊，1天4个小时啊，要讲满300天啊，1天4个小时，300天，1200个小时。如果能活10年呢，那就讲10部啊！专修专弘，别的统统放下了，不干了啊！像莲池大师一样，莲池大师晚年
一部阿弥陀经。第二，三藏十二部让给别人悟，不再搞了。八万四千门呢，饶于他人心。你们想什么都好，没有一样不好，我专搞这一样啊，一点都不杂。啊，这叫一门深入，长时寻求。啊，我看经呢，也就看这部经，看这部注解。啊，目的是什么？大家相信我，你就相信无量寿经汇集本，你就相信黄念祖老居士的基础。啊，我学了一辈子，最后我就选定这一步，我相信，我一点不怀疑，我相信依照这部经典去修行，决定往生。啊，如果我讲自己没有做，别人不相信。啊，当年方东梅先生把佛经介绍给我。啊，他是一个哲学家，那个时候完全是用哲学的角度来看佛法。啊，告诉我佛经哲学是世界上哲学的最高峰，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我得仔细观察，他是不是天天在学？他要不是天天学，我对他的话就不相信了。就他真的天天学。那我们相识二十多年，从来没有看到他哪一天不读经，天天读。他涉猎很广，啊，他没有学净土，他不念佛，啊，他搞佛经哲学，他真搞，不是瞎搞。不但自己天天读，而且晚年从我认识以后，他在学校教的课程几乎全部是佛经。啊，我们也感到很惊讶了。啊，他在台大开的大乘佛学、魏晋佛学、隋唐佛学，晚年在辅仁大学开华严哲学，啊，通通都在讲佛经啊，这是真的，不是假的，啊，所以我们对他相信，他自己真干。到晚年他的境界提升了，超越哲学的境界了，真学佛了。佛法里面所讲的那些理论，伦理道德，老师都用在日常生活当中，用在处事待人接物，啊，真得受用啊！告诉我，
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他自己得到了。这话不是假的。我们才真能接受，真能相信。啊，老师教学生，他没有做到，学生会怀疑。这个怀疑是正常现象。事出事发了，一个道理啊，教别人自己不真干，那都靠不住啊，自己真干，别人看到了就相信。所以因见地理，这真理事实真相见到了，他就相信了啊，真的把见识烦恼断掉，这一断掉呢，永离三界之身，这叫真心离身。啊，自心里头没有六道轮回，没有十法界，连十报庄严图也没有。啊，十报图从哪来的？十报图是无始无明习气变现出来的，无始无明习气断干净了，十报图就不见了，就没有了。啊，剩下了什么？就是常寂光，常寂光是真的，不是假的。啊，常寂光就是真如，就是自性。啊，所以在净宗来说，修行终极的目标回归常寂光，啊，回归自性呢，那叫大圆满。常寂光虽然什么都没有，他什么都不缺，这妙极了。啊，一切众生有感，常寂光有应。啊，感应道交，应的时候就像普门品里头观世音菩萨三十二应啊，应以什么身得度就现什么身，应当给你说什么法，自然法就流露出来了，绝对没有通过起心动念啊，没有通过思考我要怎样讲呢，没有，全没有，妙极了，那是自性圆满流露啊，自性里头无量智慧，无量德能，无量相好啊，随众生心应所知量，这是如来究竟果位。万善同归齐，万善同归，永明延寿大师的著作。啊，我们净土宗第六代的祖师啊，传说他是阿弥陀佛再来的啊，这个里面他说，其登解脱之门，行善立身之道。
净土法门。修净土的人，大家一起到西方极乐世界，不但六道生死解脱了，十法界也解脱了，极乐世界不在娑婆世界的里面，啊，是另一个佛的刹土。啊，我们往生到那里去了，就超越十法界了。啊，行也是一起，善养立身之道。这个用在极乐世界没问题。为什么？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他也是得到阿弥陀佛本愿为身加持，借作阿惟越智菩萨。阿惟越智菩萨就有智慧，有能力于遍法界虚空界一切诸佛刹土里面的众生感应道交，这个能力多大了？这不是度一佛土的众生呢，啊，是度遍法界虚空界一切诸佛刹土里面的众生。那些众生跟你有缘的，他的信息发出来你清清楚楚你知道，啊，你立刻就跟他去感应道交，啊，就帮助他了。这两句话的是真的，不是假的。十方菩萨以文明故，借证此立身之法。这个立身之法就是念佛往生净土啊，太快了，真的离了，永远离了。不但得立身之法，并得陀罗尼，陀罗尼就是总持。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诸佛菩萨自行化他的总纲领、总原则，叫陀罗尼，叫总一切法，持一切义。现在我们知道这个总持是什么，诸位应该知道啊，这个总持就是南无阿弥陀佛。啊，十方三世诸佛如来所证的一切法，所教化众生的一切法，这一句名号通通包括了，一个都不漏啊，真叫做大总持法门呐！啊，我们今天得到了，啊，这还得了吗？啊，得到一定好好修，一定要真的。陀罗尼
有四种。这个地方呢都揭露到此地了。第一个是法陀罗尼。与佛之教法闻持不忘。陀罗尼有不忘的意思。佛的教法你听了，你学习，你会保持，不会把它忘记。第二是意陀罗尼，与诸法之意总持不忘。佛经里面所讲的经义，你能够记住，你不会忘记。第三种咒陀罗尼，咒也称陀罗尼，咒实在讲呢，也是总持的意思。所以有咒陀罗尼，它有五种名。据《密藏记》，这是密宗的经典，这五种名呢，有陀罗尼，第二是名，第三是咒，第四是密语，第五是真言。名相有五种，说的是一个意思。咒语，实际上它有不能解释的，有能解释的。不能解释的呢，是鬼神的语言，天人的语言，不是人间语言。所以佛讲经往往讲完之后，后面说咒语。这什么原因呢？道场里面，我们肉眼凡夫看不到，佛看到有诸天、鬼神在听经。实际上说听经呢，他们都有能力听得懂佛所说的。最后，佛是用咒语，他们的言语，简单的，点一点，这是表示亲切。这些咒语往往就没什么意思，意思呢，意思在经里头。所以密是显之密，经是密之显，叫显密圆融。我亲近张家大师，头一天他教我念个咒，西藏喇嘛常念的 Om Mani Padme Hum。 我问他老人家这个咒什么意思，他给我解释。Om是身体，是身。摩尼是莲花，那显教上也讲摩尼莲花。白德妹保持，哄是意。那照他那个说法就是身、莲花、保持、意。这印度的文法，梵文的文法。那我们中国人呢？排列一定不是这个排列，一定是保持身意像莲花一样。这意思好啊！莲花出污泥而不染呐。常常念这一句，提醒自己。泥土，莲花生在池子里，池里面的泥土代表六道轮回。上面的水
代表四圣法界，花开在水上面，一真法界，表这个意思。啊，所以我们发现到是密咒啊，句句都是格言呐、啊，啊，真的是最精彩的意思啊。啊，很简短的文字，啊，让我们受持不忘。啊，所以密是三密相应，口持咒，手接印，心观想。啊，要观想，保持身心像莲花一样。啊，所以他有解释的。啊，但是一般人的时候，老师不解释，你就好好念就好了，尊重，不必要知道解释。啊，你用尊重的心，把你真诚的心念出来，那效果就出来了。我们再继续看下面，陀罗尼者，佛方光时光中所说，是故陀罗尼与明，其意不一。啊，明是方光。啊，陀罗尼不是佛口说的，是佛方光，光中化佛，化佛所说。啊，持陀罗尼人能发神通，这就持咒的人。为什么？持久了，他得定。啊，定就能发神通，除灾患，与此方咒尽法相似。啊，中国印度民间有很多咒语，这些咒语往往都能够起作用。啊，陀罗尼也有这种作用。啊，所以它是相似。凡夫二乘不能知，故曰密语。啊，二乘声闻缘觉。啊，凡夫包括二十八层天。啊，有很多密语，他们也不知道。啊，那么由此可知。佛说法又来自不同佛国度的众生。啊，这是我们看不到的。真言真呢，如来之言，真实无虚，故曰真言。显密都是真言。啊，第四个忍陀罗尼于法之实相安住，谓之人。这个人有止住的意思，有肯定的意思，有承认的意思。当然，你把事实真相搞清楚了。啊，与法之实相安住。啊，你能心安住在实相上，这叫人。啊，这也属于陀罗尼的一种。
设法闻名大士，戒得如上陀罗尼，安住于诸法实相，故云何陀罗尼曰。诸法实相是什么？实相无相，这是说实相之体。体是自性，自性没有相。讲现象，佛分三类，科学家也分为三类。第一个物质现象，第二个精神现象，第三个自然现象，不出这三大类。科学家也是这样承认的。科学上的名词，自然现象，能量。物质现象，这称为物质。意念呢，称为精神现象。也是这三种。这三种现象都是虚妄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都不是常住的，都是属于生灭法。只要是生灭法，就是假的，不是真的。所以从体上去看，它根本没有，所以叫无相。从相上去看呢，它有，相有，性无。事有理无，所以实相无相，实相有无不相，你都要懂啊！所有一切现象，从体上去看，体是什么？体是佛性啊！一切众生本来是佛。佛是所有现象之体呀！佛是什么？佛是圆觉，圆满的觉悟。圆满的觉悟，三种现象都没有，但是起作用，这三种现象都从圆觉里头发生出来。它能生万法，万法是幻象。你知道它幻象，那就是实相。你了解的实相，幻象怎么样呢？可以受用它，不能执着它，可以欣赏它，不必分别它。那这就是如来化身菩萨的生活。也就是说，他在现象当中决定没有执着，没有分别，没有起心动念。这个受用，那真正是方老师所说的最高的享受。凡夫察境是什么？在这幻象里头，他把它当真。他想拥有，想控制，想支配，这些全是妄想。他能做得到吗？决定做不到。首先一个最重要的相是身体，谁能控制身体？年年十八
这能控制，他不能年年十八，就没控制住啊。啊，这个身体能占有吗？能占有是无量寿啊。啊，寿命到了就没有了。所以，假的不是真的。啊，你要是把这个真事实真相搞清楚了，你对这个身体你就好好用它。嗯，它是很好的工具，这个工具可别造业，啊，让这个工具帮助我积德，帮助我修行，帮助我正果，叫借假修真。啊，你要不知道它，认为它真有，你用它就搞杀盗淫妄，搞贪嗔痴慢，最后变出，也是幻象啊，变出地狱啊。就像做噩梦啊，噩梦不好受啊！啊，时时刻刻在惊吓，啊，那全是无明不觉造成的。啊，所以外面的境界是在讲。他没有善恶，没有是非，没有好丑，真的。啊，是非好丑都在我们自己起心动念，不起心不动念，什么都没有了。啊，万物都清净。啊，所以，终极的目标是让我们安住在诸法实相，对于一切法的真相啊，完全清楚明了。啊，这个是真正的最高的享受。我们再看下面第47。文明的人啊，清净欢喜得平等住，修菩萨恨，具足得本，应时薄惑，一二三忍。这24个字是第47愿啊，文明的人愿。我们看念老的注解啊，清净者无染无著之本然啊，本来无染，本来无著，着实着相，自信本来清净啊，本来没有分别，没有执着，而且本来没有起心，没有动念。啊，这是自信之本然了。欢喜者，是悦在心，即灭为乐也。这个乐，人间没有，天上也没有。啊，28层天里头也没有，4圣法界里头也没有，哪个地方有呢？10报庄严图里头有。那我们要怎样才能得到？
把起心动念、分别执着真放下了，寂灭就现前。如果放下这些不快乐，没有人学。放下这个真乐，可惜没人知道，只有放下的人知道。真乐，这个乐在大乘法里头常说的法喜充满啊，完全是自信的流露，是真的，不是假的，没有作意啊，没作意，里面没有通过哎，我想怎么样，没有，没有念头啊，就是一点意思都没有啊，纯粹是自然。那孔子也说，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悦是这个喜悦，这个喜悦是从内心发出来的，而且这个喜悦是永恒，不会中断的，欢喜心呐。我们世间有一句谚语说，人逢喜事精神爽，一个人一天到晚笑眯眯快快乐乐的，这人肯定不会生病，肯定健康长寿啊，快乐嘛啊，他快乐从哪来的？不是外头刺激来的，不是名闻利养啊，不是七情五欲，那个什么，那是刺激啊，刺激性的这种快乐的，就好像我们服毒打吗啡啊，那一种快乐那是不健康的，对身心有损害的，那是造恶业。自性里面这个快乐流出来是真快乐，它一点副作用都没有。那为什么佛与菩萨要回归自性？自性太快乐了啊！这就是古德所谓也：“世味哪有法味浓？”这世间这些滋味，跟法味比就差远了，不能比呀。问题是修学佛法的人都没尝到味道，尝到味道之后、尝到味道就成佛了吗？要明心见性，大彻大悟才尝到味道啊！所以天人二乘都没尝到，天人六道里的高阶层天道二乘是四圣法界里面的净土了，他们都还没尝到。真正尝到法身菩萨了所以这两句好啊，誓约在心不在外，寂灭为乐。那平等呢，浅言之则为立诸高下，浅深大小，亲疏智慧迷悟种种差别，这叫平等你心里头像这些对立的没有了，这都是对立的高下是一对，深浅是一对，大小是一对，凡是对立的全没有了，这就叫平等
啊，还有对立，没有平等的。啊，对立的完全没有了，真的平等是转莫那时，为平等性质。啊，这是自度啊。啊，这个一转，肯定就转第六意识为妙观察之。啊，妙观察之能见性呐。啊，但是平等性质是大定，心真定，啊，才能开智慧。所以这两种一转，八十全转了。啊，八十转成大圆镜，前五十转成成所作，成就你所做的事业，这个事业弘法利生的事业。啊，它能成就你啊。所以静言之，进一步说，这真如周边，万法亦如，这是平等心之现前，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啊，这是经上讲平等的意思。啊，我们经题上讲的清净平等觉。修行修什么呢？就修这个五个字啊，这五个字是修行的总纲领、总原则。我们见色闻声一切的接触，在境界里头修平等、修清净啊，修清净就是不染污，修平等的时候也如没有高下，没有凝固，没有差别，万法也如啊，我跟佛平等，我跟蚊虫蚂蚁也平等，我跟花草树木也平等，我跟地狱众生也平等，决定没有分别啊！为什么？都是一个自信，随缘变化的，虽有变化了，自信没有改变的啊！自信不变的，自信像什么呢？像我们现在电视的屏幕。啊，设法界庄严像什么呢？像电物显示的形色相。啊，电视无论选的，啊，显佛像，显畜生相，屏幕上一点没沾染。啊，屏幕还是干干净净的，没染呢。啊，那我们用心也要不染啊，用心如镜，照得很清楚，一点不染啊。那你用真心的啊，然后呢，这个我喜欢，那个讨厌，好了，你用的是妄心，妄心染了，真心不染啊，不用妄心，只用真心。真心里头有极灭为漏，妄心里头没有，妄心的漏是刺激的啊，就是我们比喻吸毒打麻啡这种漏啊，那要付出沉重的代价啊。极灭为漏的时候是真的
啊，没有副作用。真露啊，这个真露就是四净德里头的一个，常乐我净。啊，你要用真心，这四个都得到了。常是什么？永恒，没有生灭，这是常啊。啊，乐就是真乐，法喜充满。啊，我是什么？我是主宰，自在。真正做得了主宰，真正得大自在。幕后又是清净，啊，清净是没有污染。啊，常乐我净，四种四性里面的真德。啊，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要学。学的是不会被外境所转的、啊。如果你真得到了，这个世界有灾难没有？哪来的灾难呢、啊？你用妄心有灾难，用真心灾难就没有了。啊，这说明说佛法是真能解决问题啊，这不是假的。啊，一切法从心想生。念头一改，灾难真的就化解了。啊，为什么化解？化解呢？灾难是不善念头造成的。现在我念头改成善的，那个不善的换善，灾难就没有了。有理论依据啊！啊，所以我们念佛，能不能断烦恼？能不能消业障？能。为什么？念头转变了吗？我现在心里都是阿弥陀佛，想是阿弥陀佛，念是阿弥陀佛，言是阿弥陀佛，无始界以来的烦恼全没有了，无量界累积的些业造的那些业也都统统消掉了，没有了，它本来没有。那你现在为什么有呢？因为你念他，我烦恼很多。你看常常问人，他都说的烦恼很多，他烦恼当然多嘛。那人家问我你有没有烦恼，我不知道什么叫烦恼。那没想到这个事情呢，他自然就没有了嘛。业障也如是啊。这个里头这几句经文呢，是念佛断烦恼消业障的理论根据。我们要会，会你就会修行，你真会修。不会呀，天天诵经拜佛念佛没用啊。啊，为什么呢？你六根接触六尘念，见色闻声，你还是会动心，你还是有念头，啊，还有比较，这怎么行？啊，这什么时候你才能把业障消掉？啊，要知道这全是假的。啊，那什么，你懂得什么叫诸法实相？你了解十法界一真庄严，包括十宝庄严土，相有性无。你常常看电视，看电视就是修行的，你不会看呐。啊，你被电视里头的画面所转呢，你很可怜的。会看的什么？看破了，看穿了。哦，原来人生就这么回事情。啊，我有没有变？我没有变，我是屏幕。啊，外面的是离屏幕里头的境界相，境界相再多与屏幕不相干。啊，屏幕可以显像，
不执着相，不分别相，不控制相，不占有相，不就没事吗？过得多快乐呢？看什么都一样，电视里头现个佛像，再现个畜生像，现个鬼像，通通是一样，没有两样。一样是什么呢？虚妄，现什么像都是虚妄。不现象的时候，真相露出来了，真相大白，原来那些全是幻象啊，假的，它根本就不存在呀。你要看那些电波的，你就知道像不存在。这像是什么？像是许许多多这个电波纠缠在一起变成幻象。你根本看一条的这个这一条线的电波没有像。我们知道这个电视画面是电波一条一条组成的，你单独看一条没有。这么多混在一起纠缠在一起出现了幻象。你在这里开悟了，看电视可以开悟啊，看电视可以成佛啊。问题是会看嘛，只要你眼睛会看，看什么都会成佛，听什么都会成佛。不会听不会看的，看了听了造罪业，去制造假象，假象是六道轮回，去受冤枉苦，什么是冤枉苦？假的不是真的吗？真的受苦，那情有可原呢？假受苦啊！你是说晚上做个噩梦，吓得一身冷汗，冤枉受苦吗？不是真的吗？佛告诉我们，我们学了这么多年，慢慢慢慢体会到了，肯定佛说的是真的，不是假的。慢慢慢慢用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啊，我们就很快乐了。所以这些假的千万要记住，没有高下，你偏偏有个高下，没有深浅你搞个深浅，没有大小你也搞个大小，没有亲疏你也有亲有疏。也没有智，也没有愚，也没有迷，也没有悟，这些相对的名词通通是假象。你把这些东西通通离开了，通通放下了，平等心就现前。平等心现前也没有平等这两个字。为什么？平等对面不平等。连这个念头都没有，真平等。所以净言之。进一步的说，真如周遍。真如就是自信。自信周遍法界。万法亦如。这四个字好啊。心佛众生三无差别，是一不是二。往生论注曰，谭鸾法师注的，平等是诸法体相。是诸法的体相，这两个字
不好懂。这两个字有很深的深度。那体相是什么？体相是自性所现的相。它跟自性的关系非有非无，不能说它有，为什么呢？自性里面有相，不能说它无，它是幻象。啊，就像我们看电视荧幕，荧幕现的这个相是诸法体相，荧幕上不能说它有相，也不能说它无相。你要说它有相，你把频道关起来，你看看荧幕上有没有像，没有。啊，你说它没有像，你频道打开，哎，它真有现象。所以这个像非有非无。啊，怎样对它就对就正确了呢？不起心不动念就正确了。啊，起心动念错了。说有也错了，说无也错了，说非有非无也错了。啊，所谓是立四句绝不非。啊，每一天对着这个电视，可惜就是不懂，就是不悟。要说悟了，是天天看电视，会开悟啊。啊，现在看电视都不会看，越看越迷惑。会看的人成佛了，不会看的人看糊涂了，啊，都搞到三恶道去了。啊，我在早年，很早在台湾的时候，啊，我用那个语言的透明纸，啊，印《金刚经》上四句话：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圆圆小小的，专门送给同学回家贴在电视上，红的字，很清楚。叫你看电视要这样看法，啊，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那就会开悟啊！你看电视，我在修《金刚经》啊，啊，在修《金刚般若》啊，提醒自己不要被电视迷了，不要受了电视的影响。又曰：众生见阿弥陀如来相好光明身者，如上种种身业悉覆，见得解脱。若如来家呢，必尽得平等身业。这我们念佛人呢，求生净土，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跟阿弥陀佛一样的平等的三业，平等身业，平等口业，平等意业。啊，那这是什么境界？给诸位说，八地以上。啊，因此我们现在还没有到极乐世界，要懂得，要向往，啊，要学习，啊，见色闻声，不要执着。从哪里做起？
从没有控制这个念头做起，没有占有这个念头做起，你从这做起，啊，从自他平等上做起。啊，也许你问，那我真要这样做？啊，譬如我们现在拿了钱在面前，我摆在这儿。啊，中国古人说财不露白了，我摆在这儿，大家谁用谁拿去，行吗？那我不变成白吃了吗？这亏不吃大亏了吗？所以人不敢学佛，敢学佛的人真是如此。啊，钱财放在那，大家用，谁拿多好，都人用的吧，我用你用不是一样的用吧？好人用坏人用也是一样用吧？啊，那个人造业，个人承担啊。啊，就没有必要要防这个防那个。这能行吗？行不通，真行不通。那怎么解释呢？随缘，妙用啊。这个地方人都觉悟的，那就是应该这个用法。这人这个地方人迷惑颠倒的，不能这个用法。为什么这样用法？不是我们自己有分别有执着，我们要为他想。啊，他起了道心，这个道心果报在三途。那我不是把他送到三途去了吗？我在行菩萨道，让这么多人堕三途，啊，这个菩萨道行错了，啊，那怎么办呢？还是古人讲的财不露白，啊，这个不是为我自己，是为避免他起道心堕三途，所以佛法。活活泼泼，不是时代版的。如果这个地方人都能够懂得伦理道德，都懂得因果，那这就不需要问了。啊，所以这就要看什么环境，啊，什么样的缘分，应该怎么做法。佛法是活的，不是死的，千变万化。啊，这一定要懂。啊，古人有做，现在这个环境行不通。啊，所以不为自己设法。要为别人设法，啊，别人有机会升天，有机会往生极乐世界，要帮助他。啊，别人要是遇到不善的人，造作恶业，将来堕三途，这个事情。不能帮助他啊！这个事情，遇到这个事情，要叫他听到佛号，不管他愿意不愿意听啊，我们自己念南无阿弥陀佛，他听进去了，业力耳根永为道种。这个下佛的种子啊，这个事情要做啊。
我在早年，大概在40-50年前，刚出家的时候，我33岁出家。李老师在台中办慈光大专讲座，我就劝这些学生：你们学了佛，要帮助同学种善根。这怎么帮助？手上拿一串念珠，不要怕人笑啊！怕人笑啊，你的好事做不成了。别怕人笑，手上拿一串念珠。人家一看念珠就想到佛，你看，你在他阿赖耶识里，佛的种子种下去了，这个功德大了。那么你们在学校念书有教科书啊，书上人都写名字，你不要写名字，写阿弥陀佛。人家一看，这阿弥陀佛的，你看，他都自动说一声，这是阿弥陀佛的。你看，他不去救。逼着他念一声佛号吗？方法多的是。这个功德比什么都大。所以你得会用啊。你看我们常常旅行。我们旅行。行李要贴个记号，我们贴什么？我们都贴南无阿弥陀佛。你说这对佛不恭敬呢？不恭敬是小，多少人看到他念到这那个是大，佛不会计较这小事。佛是唯恐啊，人阿赖耶识里没有佛号。什么地方？都可以所以带一串念珠好。有人说在家人不能带念珠，哪一部经上说的？查出来我看看。经上没有啊，经上没有，那我就可以带呀。习惯可以改变的。习惯不是不变的，你看中国自古以来的习惯常常都在改变所以我们处处为佛宣传为众生跟佛有缘，这个事是大好事那我们真修行，修得真好别人看到我们我们修得还是不怎么行了但是这个健康有这么一点作用我们在过激走动这些特别是国外的朋友他给我们一认识一介绍，头一句话就会问你：你怎么保养身体的？他对这个最关心那我就告诉他：吃素念佛你要真相信吃素念佛，你身体就健康。方法是好的。要随一切众生的缘，以善巧方便帮助他认识佛教，帮助他修学净土。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